他小时候他能够自己在钢琴上能够醉酒哈，没有离开这个椅子九个小时，九个小时。然后他不是弹，那个时候他都不，他都不给人家教嘛，所以他弹的都是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一些音乐创作。那你说是完全他自己的东西吗？那你听听一下哈，哎，又有好像有贝多芬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等一下又有莫扎特的东西，等一下又有肖邦的东西，然后有他自己在一些东西，然后又听到一些流行曲进去，像好像你刚才第一首他听到他弹的那个 Concert Fantasy。